我们家有一个小房子了。Hello。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早安，我是阿宅爸爸。今天应该是 IKEA 十万买什么的第四集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帮我儿子的房间，他里面的翻转床装上他的那个 IKEA 的床顶棚。这个床顶棚其实我们也当初也是一起买的东西，只是我们装了一阵子之后就把它拆下来。来，那为什么拆下来？彤彤，你告诉大家为什么拆下来了？那是因为放弃了。妈妈，为什么我们拆下来了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拆下来。好了，那我就直接讲。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拆下来。因为啊，装上去之后，如果要换床单，它会比较不方便，因为要通过那个棚。然后装了床顶棚之后，那时候夏天比较热嘛，那床顶棚下面其实大家都知道冷空气是往上升的，那床顶棚下面是冷气比较吹不到的地方，会比较热。那我跟彤彤约定好，等一下，爸爸，冷空气是往下降，冷空气是往下降的。可是彤彤那个，你先整理好再讲，你讲太快了。重来一次。彤彤的这个它下面这个位置刚好是在冷气下面的死角，比较吹不到冷气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就是装了之后要换洗床单会稍微比较不方便。那因为那一阵子彤彤还算蛮常尿床的，那现在比较好了。有跟彤彤约定好说，等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有维持一段时间都没有尿床，就帮他把这个床单装上去。我维持很久了。对，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很久。对，那现在已经超过他我们约定的时间很久，他都没有尿床了，很棒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把 IKEA 的床顶棚装上去。把这个接起来。那这个不是有一个折上来的吗？就是你可以把它折下来，就是不要让它比较不容易出去吧。你看，这样就出去了。哦，对，如果你前面这边如果太进来，下面这边就会出不去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要用到那个。要把这个棒子插进那个洞里，放在外边，外边也要。好，两边都固定好。固定不了啊。又掉了，它又掉了。我也来帮忙。这个算是比较不费力气的，我把我的脚。你先拿用。没有，这个女生就可以了。它是跟有一根比较短啊，最短的那个要当中间的骨架。那接头长这样，放进这个杆子里。我叫一个防护罩啊。对啊，彤彤，现在就已经有防护罩的感觉了。现在要把这个篮筐移走。彤彤，我要移篮筐喽。因为装了帐篷之后，这边就不能再装篮筐了。我把它移到上面这边，把它放到门上面，然后床边收纳袋也要先移走。等一下帐篷装好之后再把它装上去。然后我上去。你不用装。我不用装。好像一个大房子的。你不是要去帮忙啊？我来帮忙吧。你先帮我移一下帐篷。哇！帐篷的上层已经好了耶。其实上层好了，就差不多都就下层应该也会跟着一起好。你看一下，这是帐篷的里面。然后我看一下外面变怎么样。在上面哦，总共一个人。哇！对，这是帐篷的里面。Hello，彤彤。哈哈哈！好像一个机器人。
对，帐篷的下面呢？我上来，你来弄。下面这个，你看到下面？那下面魔鬼在那边，另外一边的老鬼在。哇，这个我还是可以打开，还是可以关起来的。哎，开始。对，好像一个小房子什么的。哇，谁要进来？扣扣扣，有人在家吗？有。哦，我是彤彤，我看看窗户里面有没有人。Hello， 我出来。我可以进去看看吗？可以邀请我进去。好，来吧，进来。好，可以立哦。好，我们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彤彤的秘密基地。我要把它捡起来。哇！好，彤彤，关门。这是在这个秘密基地里面的感觉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的秘密基地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的喜欢。我先出去了。Hello。Hello。可是装了之后啊，在里面一下就觉得好热，然后它冷气也比较不容易进到这个角落来，所以如果夏天天气太热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会再把它拆掉。但是在这里面的感觉真的非常好。不过大人在里面有点辛苦啊，因为要一直弯着腰。然后这个装得回去吗？可以装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。装在里面，等一下哦，这个收纳袋还是装了回去啦。虽然感觉这样装不回去，对吧？它可以装在里面内侧。等一下，妈妈翻过去看，可以装在那个内侧的地方。好了吗？可以从内侧这样装。对，可以。好，然后再用这个盖住，这样子。大人在，这样子啊，大人在上铺要陪睡的时候。也是有这个收纳袋可以用，可以摆眼镜啊，摆手机，在这边睡睡看他的感觉。很舒服，好重的仙人掌，对，很有安全感耶。先等我一下，现在呢还是锁着的，先等我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看睡在下层的感觉是怎么样。它还有另外一个装法啦，就是下半段这个可以卷起来，下面就不会有这个帘子。如果太热的时候啊，可以把这个先卷起来。这边有一个魔鬼山，它是可以这样子的，下半段它露出来，上半段上坡，这样子也是一种，这样下面就不会太热了。然后玩游戏的时候，再把下面这边放出来。秘密基地对小朋友来说真的非常有吸引力，我们小时候应该都有过这个经验，就是会想要找一个桌子下面，或是椅子下面，或是拿纸箱当做自己的秘密基地，自己的一个小空间，坐在里面玩玩具或是看书什么的。那今天因为组装这个床顶棚的关系，花了比较多的时间，所以只介绍只分享一样东西。可是这个床顶棚它，我记得它有其他的款式，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到 IKEA 去看看它的另一个款式长什么样子，顺便记录一下我们这个帐篷买了多少钱。好，我们到 IKEA 啦。然后现在在现场展示的那个床顶棚是丛林风格系列的，不是展示我们家那种，但它的价钱好像是一样的。上次我们来逛翻转床的时候有看到这个床顶棚副布帘，一样是 Kura 系列的，
1190元，它的功能应该也都是一样的。这边也是有个门，但它上面窗户比较小。对，它上面窗户比较小，然后这边没有那个可以放下来魔鬼毡那种的卷帘的窗户。整个风格很好看。对啊，你看它是一整个风格。哦，对啊，他们这样平屋是整个一整间都是丛林风格的，上面还有那种狮子啊、猴子。我个人是比较偏好房子的造型的，因为它下面还有多一个窗户，我觉得比较通风了，因为下面真的好热。翻转床可以用的床顶棚总共有两种，价格都一样，都是1190元。我们家就是这个。OK， 找到了。彤彤比较喜欢房子的吗？彤彤，你也是比较喜欢房子的吗？1190，完成。好，这一次的床顶棚的价钱是1190元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已经结束喽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家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每个星期三跟星期五的晚上6点都会准时上传影片。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I have got him on my mind, but he doesn't know.